哇，我刚刚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，你说对不对啊，陈建伦？对啊，小对。哎，可是你不觉得现在有点热吗？那我们去买饮料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现在嘉年华会有卖什么好喝的？我刚刚有去买了一瓶可可的好朋友。哇哇哇哇哇！我刚刚好巧，我刚刚买了一瓶草莓好朋友。那不然，学姐的好朋友。Dance Motion!